为什么车轮是圆圆的？圆形车轮能保证汽车平稳的行驶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方形或者三角形车轮，车子动起来肯定是一下高一下低的，车上的人会很难受的。那样也很好玩啊。其实把车轮做成圆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哦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做个小实验，让小皮球告诉你为什么车轮是圆的。皮球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因为皮球是圆的，圆形物体滚动时与地面的摩擦很小，跑起来自然就飞快了。车轮也是这个道理。原来小小的车轮里有这么多智慧。小朋友，考考你，飞机是在天上飞的，那它有轮子吗？不懂的话，要问爸爸哦。